安，今天我要来玩的是运动游戏。我们来玩随机。这真的是百玩不腻。不知道会匹配到什么。我刚买就没人在玩了吧？我管踢足球了，还是啊？我可以开始了。足球，足球。麻烦其他玩家赶快 ，OK？ 要上喽！要上喽！这非常难。各种踢，啊！不要，要进我们家了。进球！我们进我们家。2-0。他一定会踢过去，往自己家里。
ATT 干嘛？你是有点头脑吗？那你往对方那边去干嘛？4-0就不用踢完。比赛结束。我们再玩一局足球。再来一局，OK， 开始喽。我刚才那球鱼顶月球是真的只差一点点。要上喽 ！OK， 玩离远一点了。
雨顶月球、OK， 延长赛，延长赛，加时，延长赛门变宽了。他们有白痴队哦，他们有白痴队哦。乌龙球，结束，他们踢了一颗乌龙球。我们来看这一颗乌龙。踢得挺好的，获得30点，赢了又有点数，然后什么我刚才没看到。好啦，今天一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，一定要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不喜欢，还是要订阅、按赞。谢谢。